我以为他已经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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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안녕하세요홍매쌤의짜이중국어오늘의한마디는요我以为他已经走了입니다자뒷부분의목적어부터볼까요他已经走了그는이미갔다여기에서已经은이미벌써라는뜻을가진부사인거아시죠자앞부분볼게요앞부분에我以为라는표현이붙었습니다자여기에서쓰인이为라는동사는요생각하다알다여기다라는뜻인데요지극히주관적인생각을나타낼때쓰이는동사입니다주관적인생각을나타내기때문에그생각이잘못인지된사실일수도있어요그래서我以为他已经走了하면아나는걔가간줄알았어사실은그사람이가지않았는데내가주관적인생각으로그사람이간줄로알고있었다라는표현이죠이럴때는이为라는단어를씁니다我以为他已经走了자우리가평소에알다라는뜻을가진단어제일먼저떠오르는게知道이죠만약에이为대신에知道를넣는다면我知道他已经走了난걔가갔다는걸알아라는뜻이됩니다이为랑다르죠이为로했을때는我以为他已经走了난걔가간줄로알고있었어사실은안갔는데그래서이외는객관적인사실과는상관이없이나는그런줄알고있었다라는표현이되겠습니다자예문또하나들어볼까요너벌써서른이야나스무살인줄알고있었잖아라는표현함께볼까요너벌써서른이야라고할때는니도三十了하면돼요都는여기에서이미벌써입니다뒷부분나내가이제스무살인줄알고있었잖아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이렇게표현합니다여기에서하이는아직여전히라는뜻을가진부사이고요자이는겨우라는뜻을가진부사입니다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난내가이제스무살인줄알았어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홍매쌤의짜이중국어오늘은난그가이미간줄알았어어쩌지한줄알았어라는뜻을가진이为라는단어에대해서함께배워봤습니다오늘내용이해되셨나요자오늘나온예문읽기연습하면서저는여기에서이만인사드리도록할게요지금까지홍매쌤이었습니다다음에또봬요再见我以为他已经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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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啊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啊你都三十了我还以为你才二十呢